好。在那边输液三四个小时能结束，回家睡多好。你老公心疼你，有病房多好，想睡就能睡。好好休息。谢谢。赶快休息吧，十点多了。你坐下。不困啊？不困，我想和你说说话。好，你说吧。我是病人，你让我说。行，那我说。你想听什么？描述你吃醋的心理状态。告诉我嘛。心里不舒服。还有呢？就是心里不舒服。敷衍。你小时候语文不及格吧？我小时候语文还行，但永远考不了满分。谁语文能考得了满分？你这个人是不是不知道什么是谦虚啊？对于不擅长的，我一贯谦虚。那擅长的呢？在擅长的领域，谦虚使人胆怯，容易让人裹足不前。话题都被你带跑偏了。是你先提语文的。好，是我是我。那你继续说嘛，吃醋什么感觉？去哪？你的问题太过于尖锐，我需要多一点考虑的时间。